我现在来到的是乐海梅园，那这是乐海梅园中的韩国庭园。这边的梅花真的还蛮多的，不过跟台湾比起来，台湾还有更漂亮的。那我们从韩国庭园走出去，绕一圈。刚刚有竹汤。韩国庭园。那边有桥。居高临下的感觉。好香，沿途走来都是梅花的香气。好，那我们去竹塘那边看看。竹塘有日本料哦。枝垂梅，竹汤，期间限定，应该是。只有这个冬秋冬的时候才有吧。那我用原路走下去，很快，这个走十分钟就到最上面了。那我停留一个多小时，应该大家会提早结束，因为很多是有开啊，满开，那有很多还没开，凋谢了。好香啊。来，从这边可以拍下去梅园的景色。那还有小溪，我从这边也来用相机拍一张好了。泽田正广纪念美术馆，当然我是不会去美术馆的，没那么多时间。因为这边我是虽然是停留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用一个小时大家就逛完了。那这边有个铜像，哎，怎么一直停留在人家重点部位呢？阿内伯赫，这边应该就没路了。这边咖啡厅，然后有一些雕塑，就是天使嘛。因为已经过了四分钟了，快点快！如果提早逛完，我们就提早去龙之寨经典。下面还有小瀑布。
干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嫌いじゃない。嫌いじゃね？全く問題ない。这也太过闪光了，乐海梅园竟然有那么多情侣来，气煞我也。这边是最茂盛的地方了。蛮典雅的一个庭园，三级雨。然后这边有卖店，然后有糖炒栗子。鸡垂眉，好，现在就录到这边。